逼名字就不像好人，吃鸡大帝，我吃鸡大帝走了，这不像好人，我操，你怎么意思？哎，我操！炮头、哎，咋了？红包被拉黑了？怎么我？我兄弟，我不知道呀，什么时候？完了，我退了。结束说都是到红包局了，你说说五块一个吧，五块一块一个吧，五毛吧，我操，你们又 K 一个，这是我打倒的司机大帝。哦，哎呀，不着急了，打外面了，要倒了要倒了，哎，他又怎么在杀呀？打 PC 杀不了，又这么来劲，哥们儿。我操，真没给他补掉，你能不能补下再补慢一点？一丝血都没打死啊！我操！我懂了，我直接杀路哥！哎，能补，能补！哎，谁能补？哎，我的六死了！完了，我没雷，我一颗雷没有。我也一颗雷没有。哎，烟倒了。架着他行吗？架着他后面。我走，哎，这俩人有雷，有雷，有雷，摁不了。我就帮你们架，我就帮你们架，我就打这个。我看看我这。我走。看不到这个人，这个人看不到路哥。兄弟九八 K， 你比赛有这么多？路哥。去了一枪。好了。碰到残了一个，真残了吗？真残，我真残了，这回。好，他底下两个。陆哥，石头。我操！真的假的？三打一了！我操！啊！我操！我摇谁呀、啊？我操！无敌了我。完了。标点。他在二边趴着呢，他在二边趴着呢。抱一下，抱一下，兄弟。